大家好，欢迎来到 MAR TV。 在五月开播了好几部又甜又酥的电视剧，在即将到来的六月，同样有很多部好剧即将登场，让我们赶快来一起看一下吧。月上重火，这部剧是由罗云熙、陈玉琪领衔主演的，讲述了重火宫少公主重雪之为替父亲洗刷罪名，决定重夺江湖霸主地位。在奉天英雄大会上，重雪之邂逅了风流倜傥的月上谷谷主上官透，却因重火宫镇宫之宝连神九世失窃而被追缴，幸得上官透一路照拂，两人在几经生死后终于喜结连理。该剧定档于5月28日首播。狼殿下，这部剧是由李沁、王大陆领衔主演，辛芷蕾、肖战联袂主演，讲述了后梁夔州城主马英之女马摘星结识了自小在山林间长大的狼少年，狼少年后被梁王朱温收为义子，封为伯王。十年后，伯王与摘星偶遇，两人一起携手匡扶正义，并也收获了两人的美好爱情。该剧将于六月登陆爱奇艺。蜗牛与黄鹂鸟，这部剧是由林允、张新成领衔主演的，讲述了傲娇的钢琴王子李真言在人生低谷时邂逅了脱线迷糊的钢琴怪才方小窝，在相处的过程中逐渐被对方灵动纯粹的音乐风格所打动，重燃了对梦想的追求，并也在音乐的道路上成为了彼此的依靠。该剧将于六月登陆芒果 TV。 心跳原计划，这部剧是由宋茜、罗云熙领衔主演的，讲述了裘佳宁是著名医药集团原计划实验室的核心研究员，在试验进行到临床阶段时，实验室来了一名新晋研究员周小山，两人在相处的过程中渐生情愫。然而周小山的真实身份其实是一名掮客，他的真正目的是要窃取原计划的科研成果，利益与情感上的冲突，两人将会如何抉择呢？该剧将于六月登陆爱奇艺。太古神王，这部剧是由盛一伦、王子文领衔主演的，讲述了太古时期秦府养子秦问天本与白府长女有婚约，白家却为攀附皇城叶家而悔婚，秦问天拜入武学名派九华门，并结识了莫倾城与落难太子易无为，随后协助太子铲除佞臣登基为帝。该剧将于六月登陆优酷。酋长的男人，这部剧是由张雅钦、任佑伦领衔主演的，讲述了现代都市男高振赫为了寻找高端宝石不慎跌落悬崖，却意外发现在谷底有个与世隔绝的原始部落。高振赫被救后竟被要求与部落女首领星月成婚，来自不同背景的两人继而展开了一段啼笑皆非的甜宠爱情。该剧定档于5月28日首播。这六部剧当中，你最期待哪一部呢？欢迎大家留言哦。此外，邢昭林和梁杰的《你是我的命中注定》，以及王以伦和万鹏的《初恋了那么多年》也即将要上线了。还有大家一定会问的《琉璃美人煞》《一目白首》，这两部在四月官方就已经开启预约了，可是就是迟迟不定档，我们也不知道要如何介绍了。若是剧方有确切消息，我们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记得订阅我们哟。